现在基辅市的西南侧打起来了，离得很远，这个位置我们离得很远，但是火光震天，这么远都能看得这么清楚，那应该是打得很激烈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河的东岸，但是可以看到河的西岸，很远很远，西南侧的方向。甚至我们在我们这里是听不到声音的，完全听不到炮火声，我们真的是离得很远，这么远都能看到他们的交火，把天空都已经照红了。